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铭记2020年武汉的春天。我希望早点看见闺女，我早点看见身后出现车水马龙。我希望可以平平安安回家，大家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。昨晚北京12家医院的136名医护人员乘坐包机驰援武汉。凌晨的3:48，我们又坐4点的班车去医院了。拜拜。希望在武汉的日子里无怨无悔。武汉人世间，大爱永存。